拿下一分之后还是蛮累，这一球左外野跟中间之间，而且是深远的安打。曾浩驹接到球之后，现在球回传，这一分也进来，哇，又是个清垒的安打。对，因为这种情况之下，主要是内野区权，外野连高飞机场也不愿意给的情况之下。 赌博式的防守，所以守得比较浅，所以变成一个清垒打。那前面的耐心，我觉得是一个观察的重点。是。张志豪两次打击都是长打，而且这个半局现在打回了三分打点，7-4，兄弟象逆转领先了。对，前面是外野手的判断的一个误差，就是连两打席的三垒安打。 王胜伟的速度也快啊，而且连滑垒都没有。对，因为打出去知道最少是一个高飞先打的话，那你可以看到打出去的步阵当中，你也知道他有机会形成安打。对，也加上他今天防守上的失误，那个隐形失误，其实造成现在他非常的辛苦。对，那在这一支安打，现在是把耿博轩给打退场。 那这个熊队要换上许明杰来投球了。